为营造节日气氛，满足民众多样化需求，中国各地在五一期间精心准备了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。这些活动或突出时代特色，或传承文化传统，让民众在感受节日轻松惬意的同时，收获知识，开拓眼界。小长假首日，辽宁大连举办"悦动大连城市音乐快闪"活动，5000名演奏志愿者在海军广场、人民广场、星海广场等地标奏响"我和我的祖国"等经典旋律，吸引游客驻足观看。五一期间，威海南海新区的海滩上矗立起12座描述重大党史场景的雕塑作品。这些作品由26名雕刻师花费5000多个小时完成，其中最大的长达20米，前来拍照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。除了以艺术形式追溯红色记忆，还有不少景区推出传统文化文旅展演，秀出古风国潮范儿。在古都开封，一场以华服秀为主题的宋风雅集，尽显传统服饰典雅之美。古城墙上的槐花宴则以时令美食让人们尽享假期的畅快与放松。特别荣幸作为这个劳模的代表受邀参加咱这个槐花节的活动，品尝着这个槐花美食，欣赏着歌舞表演，觉得这个五一假期啊过得特别惬意，特别开心。各地文化科技场馆也在节日期间组织了精彩纷呈的活动。在位于贵州平塘的天文小镇，游客们可以系统了解中国天眼，并在天文体验馆探索天文奥秘。本身范舍就是我们国之重器，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地方，让孩子能够增长一些他学书本里面不能了解的知识，让他更能体现我们国家的科技的这种发展。作为必不可少的节日文化大餐，今年五一档共有13部影片扎堆上映，覆盖谍战、青春、悬疑、喜剧等多种题材类型，让观众有了更多选择。截至目前，五一档票房已超过6.5亿元。据了解，自2015年至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，五一档票房呈逐年稳步增长态势，年均涨幅达33.18%。其中，国产影片的票房占比和观众口碑显著增强。